欢迎比利时王国两国关系部部长宾德曼斯夫妇的茶会，是由中法比瑞文经协会理事长李时珍主持。中国留法比瑞的同学会的会友胡世泽和我国驻尚福塔大使徐茂喜以及会员好几十人参加。宾德曼斯部长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他现在的工作就是负责协调比利时国内两种不同语言人民之间的事情。对于中法两国之间的友谊，他深信他也可以有所贡献。所以我前天来我国访问的比利时政府官员将在我国访问一个星期。